首先，海峡两岸都是中国领土。那么，台湾海峡的内水域从两岸向海的方向依次为中国内水、领海、比联区和专属经济区。中国尊重各国依据中国法律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航行权利，但是我们反对的是一些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挑衅和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